那那是过年前来扎的那一只小橘子吗？那时候没。然后刚刚刚刚没有啊，他现在 OK 哈，又来吃饭，那都没有什么就跑走就跑了，你刚不是小梅跑掉，阿磊阿乐乐是就放，因为他是偶尔来我们家吃的，就没有再看到，对他没偶尔来蹭饭的就没有走，他吓到不敢再来，对，有可能他有白血病，对，他那个时候有验谁要去抽检啊？那只菜吗？一个姓李的李什么的，我等一下看名字再跟他讲。不是啦，哦，讲到 Andy 我就怕，我知道他。